运动之后你会变得怎样？比较不会迟到，就很累啊，不然嘞？会不会告白吧？变得更放松，变得更年轻。你是有多老啊？就是狂，变得更耐撞，变得更麻吉。运动是一件扭转自己的事，把自己的独特变得独一无二。其实，运动就是做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运动更好的你 ，Super Super。